人家占车位，女子站在车位中央，就是不离开，跟前来停车男子爆发口角。你跟你说怎样？你觉得这样对吗？有什么对的？现在可以人肉占车位啊！女子不离开，驾驶一气之下也决定不走了，直接停在现场卡位。那边那么多车位，那你怎么不叫你们家人去那边停呢、啊？报警啊！为什么报警？啊，不然呢？不然我们大家都不要停了、啊，我车就插在这边了、啊，我看你们家人怎么停啊！双方争论不休，直喊要报警，但警方到场，女子提前溜了。说我侵犯她的肖像权，警察一来就问说啊是谁报案的，那我就大概知道是那个女的报案的。我是想说就什么人都有这样，就不管是不是到底是公家还是私人的，你占车位摆就是不对的行为，这个就属于自私啊。当时驾驶吴先生直呼傻眼，因为其实是女子报案，但却没留到最后。事发在云林。林伦贝知名观光牧场，22号中午时段，驾驶吴先生找车位途中，发现女子站在其中一个车位上，声称要帮家人占车位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，让他只好拿出手机搜证，拍下整个过程。就有时候会刻意站在车位上面，就会觉得不是很好，车子还没到，他人站在上面，这样我觉得不太好。停车纠纷的地方是属于私人土地的范畴，是无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。那我们也只能依道德方式来劝说。知名观光牧场停车场属于私人土地，警方无法开罚。如果又遇到人肉占车位状况，恐怕只能请业者出面调解。三十五六的吴宗磊、谢云珍、云林采访报道。